谢谢你回来。你病了？你才有病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千万不要把我送去报官。我这回真的是迷路了。我发誓，我下次一定就老老实待在这儿。谁说要把你送去报官了？那你干嘛说谢谢你回来这种稀奇古怪的话？哎，行，我现在就伺候你洗脸睡觉。不用了，你只是我的契约夫人而已，又不是丫鬟。好，我记住。不过嘛，既然是夫人嘛，就得做点儿夫人该做的事儿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们就是假夫妻啊！我说的是练字，你以为呢？练字？哎，好端端的练什么字啊？你明明知道我不会写字。知道才让你练。万一你被梅府其他人发现了怎么办？那就练吧，明天就练。